风雨，嫉妒的花开花落，一条坎坷的人生路，我们曾相伴走过，嫉妒的恩恩爱爱，嫉妒的悲欢离合，虽然命运变幻莫测，我们仍对那真情执着。啊，千丝万缕的思念，无穷无尽的爱恋，化作那真诚的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啊，千真诚的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坎坷的人生路，我们曾相伴走过，嫉妒的恩恩爱爱，嫉妒的悲欢离合，虽然命运变幻莫测，我们仍对那真情执着。啊，情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啊，千丝万缕的思念，无穷无尽的爱恋，化作那真诚的向往，期盼着幸福的明天。别闹了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妈妈这儿有事儿啊。你看你怎么不听话呢？琳琳，听话。姐姐，我要玩具。姐姐，飞侠呀、啊！姐姐，飞侠，我要玩具。哎，姐给你拿啊。嗯，来，去。哦，哎呀，你快起来！真是的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你说，别哭，别哭啊！哎呀，别哭啊！哎呀，糊了吧，飞侠呀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煮牛奶的时候你不要干别的，这牛奶一扑出来把煤气浇灭了，这样很危险，很容易发生火灾，搞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。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个锅盖啊，还有茶杯盖都不能这么放，得翻过来。还有琳琳的奶瓶，每次喝完奶以后啊，要用布罩起来。
喝奶以前要把那个奶嘴用开水冲一下。还有，你不管干什么，只要是给琳琳倒奶、喂水、喂奶，一定得洗手。洗手的时候也不能在水龙头上冲一下，得打肥皂啊！记住了，记住，什么都得节约，就肥皂不用节约。哎呀，魏霞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洗碗呢得放洗洁精啊，洗洁精，洗洁精啊又消毒又干净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这一盆水得放多少洗洁精啊？水呢要放少一点，倒几滴不就可以了吗？把碗呢先在盆里洗一遍，然后用开水冲一下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，快起来。怎么就记不住呢？这里啊不是孟良崮，跑几里地担水舍不得用水，不管洗什么一定要洗干净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虐待你了？你奶奶说让你在我这儿帮忙，等琳琳上了托儿所呢再给你找工作。你在我家一不缺吃二不缺穿，因为干活我说说你，这也是为你好啊。你看你动不动就流眼泪，动不动就不高兴，你说这到底是我伺候你还是你伺候我啊？你如果觉得冤枉可以不干，以后找工作的事儿啊你也别来找我。哎呀，又哭又哭，你让林一波看见了又说我欺负你了。一个山里的孩子还这么娇气，真是的。山里的孩子怎么了？山里的孩子就应该受气呀、啊！小伟翔，想不到你还这么厉害啊！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谁让你受气了？谁让谁知道？好，伟翔，你人小心不小，林一波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啊，又积极又主动，轮到我呢？哼，你干是干，心里就不情愿。哼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要不是看在林叔叔和琳琳的面子上，你们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哈，不想待你走啊，谁也没求你待在这儿。那好，我走，你另请高明吧。这可是你要求走的，别让人以为是我欺负你。姐姐，别走，姐姐，琳琳，姐姐。哎，魏翔，怎么了？小光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……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哎，魏翔，什么事儿？给叔叔说说啊。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哭什么呀？见了我就跑。我想家了。嗨，想家，这好办。还有几天呢就是国庆节了，放了假我看琳琳，你呢回孟良崮去多待几天啊，擦擦脸。哎，咱们啊赶紧做饭，吃完饭呢一块儿去看电影，月亮湾的笑声。美霞，都怪你林叔叔太粗心了，你来这么多天了也没带你出去玩玩，星期天呢咱们一家去公园照个相好吗？嗯。哼，哎，小光，今晚的电影咱们一起去好吗？我不去，我有个报告没改完，秘书写的又不行，我今天晚上得连夜加班改。啊，我和伟霞带琳琳去了。哎，
你可别带琳琳去，现在外面流行传染病，你呀还是陪着伟霞去吧。过来，来，林叔叔。啊，我不想在你们家干了。是不是今天琳琳他妈欺负你了？没有。那他对我很好。那是琳琳不听话。更不是了，要不是为了琳琳，要不是为了琳琳啊，你早就走了，是不是？林叔叔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本应该看琳琳，但是就是说吧，说出来林叔叔不怪你。我听童奶奶说，苏文锦阿姨要去罗庄承包一个什么乡镇企业，我想去当工人。好啊，明天呢我跟苏阿姨联系一下，跟苏阿姨干呢保证有出息。那我阿姨呢？我阿姨那儿由我去做工作，琳琳也该上托儿所了。林叔叔你真好，真是个小孩。我觉着你和苏文锦阿姨像是两口子。别瞎扯。真的，我觉得你们俩年龄、相貌、性格都特别的合适。林叔叔你真没有眼光。怎么没眼光？当年你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不去追求苏阿姨，反而去追求武阿姨呢？哼，为啥？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武阿姨漂亮？哼，那是你一定因为她是大学生，是党员，是干部，是干部子女了。哼，都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武阿姨表面上看好看，其实看长了也不如苏阿姨好看。苏阿姨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。什么味儿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反正我们全家都喜欢她。哎，尤其是我奶奶。俺爹要是有你这个条件，肯定会娶苏阿姨给我当妈妈的。我要是你呀，不追到苏阿姨死不罢休。伟翔，你小小年纪还挺有主心骨的，你要是早出生几年呢，我一定聘你为我的婚姻顾问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一波，伟霞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说我什么呢？啊，伟霞得罪我，想当初谈恋爱为什么不追求你呢？伟霞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是啊，我要是你啊就嫁给林叔叔。哎，伟霞，我们从现在起开始互相追，行吗？行啊，我没意见。哎，别胡闹了。文姐啊，说正经的，美霞啊想跟你去当工人。没问题，不过要等琳琳上了幼儿园以后你才能来找我。我打算近几天就送琳琳去托儿所，让美霞早一点去当工人，我送她去，我顺便也参观一下你这个大厂长的企业。行啊，不过现在还是个乱摊子，等一年以后啊，我保证让他变个样。这我深信不疑啊。文姐，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你都要坚持下去啊。我现在是过了河的俗子，是死是活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了。你的秉性啊决定你肯定要成功。哎，文姐啊，你还记得那两句话吗？生当人杰，死亦鬼雄。走啊走，往前走，笑我走过河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走啊走，不回头，一步血汗流，累了你就歇歇脚，等
走你就快点走啊，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成功就在路尽头啊，拼命也要冲上前，小组能成大气候，走啊走往前走，小组过河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成功就在路尽头啊，拼命也要冲上前，小组能成大气候，走啊走走啊走往前走往前走，小组过河不回首，不回头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而后生，着头皮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不回头，不回头，一步一步血汗流，血汗流，累了你就歇歇脚，歇歇脚，能走你就快点走啊，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成功就在路尽头啊，拼命也要冲上前，小组能成大气候，走啊走往前走，小组过河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走啊走往前走，小组过河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走啊走往前走，小组过河不回首，至于死地而后生。小光，都几点了，快睡吧。你先睡吧，我一会儿就写完。工作报告又不是文学创作，不用这么认真。一波啊，你这个观点可不对头啊。不要把自己的报告看得那么重要。这年头啊，当官的来点无为而治，中国的事业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。行了行了，今晚我没时间跟你辩论。我也懒得跟你辩论。中国的改革啊，最大的阻碍就是你们这些人，又年轻又有学问又有实力，可官本位思想啊比老干部还严重。哎呀，你倒是让写不让写呀、啊、你自己一天到晚打猎钓鱼不求上进，还要拉着我跟你一块混呢。中国的事儿啊，都是让你们这些人给干糟了，你们能少干点啊是老百姓的福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！你说谁呀、啊？我说你呀、啊。谁胡说八道了？你就是你，林一波胡说八道。别跟我耍厉害，我不怕你。谁怕谁呀、啊？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我和职务没你高，官没你大。可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没瞧得起你。哼！哎。谁瞧得起你，你找谁去、啊、你这个坏脾气啊，是个人就受不了。你说自从有了琳琳，你换了几个保姆了？人家伟霞那么好，明天也要走了。伟霞要走去哪儿？回孟良崮。哼，人家去苏文锦承包的工厂当工人，谁愿意在这受你的气、啊、我就知道是苏文锦的主意，他是不把这个家挑拨散了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哎，你别诬赖好人啊。好人？怪我瞎了眼。她是你的亲姐姐。哎，纠正一下啊，同父异母。她从小就恨我，恨我妈。
可我一直还不知道。你真不可救药。说到你心上人了是不是？哼，你心疼了是不是？你越心疼我越说。许玉前对他那么好啊，他是真没有良心呢。我明天就去找许玉泉，把一切都告诉他。你敢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要再胡闹，咱们就离婚。说什么？离婚？对，越快越好。哼，你让我离婚好成全你们？你妄想！我死也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吴晓光不是好欺负的，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啊！你如果诚心跟我过不去，我就奉陪到底。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安生，咱们看谁能闹过谁。你要是敢跟我离婚，我明天就开始大造舆论。我吴晓光的宣传能力你是知道的，我让你和苏文锦活着不得安宁，死了也不得好。我今天才算看透你。哼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要想耍手腕，王熙凤还得往后排，更别说你林一波。我告诉你，要讲好，我比谁都好；要讲坏，我比谁都坏。想好想坏，你自己选择。找了你，算我倒霉。认倒霉我也就算了，不认，咱们就较量一下试试。别看你是专员的儿子，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输给你。你们别吵了，有话慢慢说。我刚把琳琳哄着了。装什么洋蒜？都是你把这个家挑拨散了。小文呢，先别写作业了啊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姥姥啊带你去看伟霞姐。来，穿上这件衣服，这是你董奶奶呀新给你买的，来穿上试试，穿上看看。嗯，哎，来，记上啊。哎，去照照镜子。嗯。哎呦，真挺合适的啊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哎，去给你姥爷看看啊。嗯。姥爷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哎呀，真好看。咱小文啊，穿上这身新衣服啊，跟那个大姑娘似的。小文，快去洗洗脸，穿上新衣服，小脸脏了不好看啊。洗脸就洗脸呗，干嘛说这么多？嘿，这孩子，你跟我顶嘴是吧？小心我告诉你妈。告就告，我才不怕呢。嘿，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，你别拦着我。老婆子，我非得打他，别不听我的话。小文啊，以后啊，你就别惹你姥姥。你姥姥现在是更年期啊，快去洗脸吧，洗脸吧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谁是更年期？哎，你还别不承认，以前啊你可不这样，现在啊你动不动就跟小文过不去。行了行了，今天下午啊我带小文去看这个伟霞，伟霞让小光呢接去看琳琳快一个月了，这孩子啊准想家了，文锦给他做了件衣服，我顺便给他带去啊。哎，别忘了给琳琳买点水果啊。
瞧你婆婆妈妈的，我忘得了吗？嗨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怕你忘了。嘿，这老婆子。老爷，老爷，姥姥是战争贩子。啊。哟，姥姥是战争贩子，整天管你的洗衣服、做饭，那个不是战争贩子的倒好，什么都不管。嗯。有本事啊，你也别干，你看我有没有办法啊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小文呢，咱们走。今儿他午饭没辙了，他不管他，走。不错，整个的设备还是很先进的了啊！你看，这是咱们山东省纺织系统最大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，是吗？啊，设备啊全部引进，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发达世界的水平，现在的变化的确很大。这和我们过去许多观点不一样，我们太喜欢封闭自己，太喜欢把自己同过去相比了，不太明智。只有把自己同发达国家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，才知道差了一大截子。睁眼一看啊，真像年轻人所说的，外边的世界真精彩啊。哎，走上那边看看。你看这几年罗庄的变化真大呀。啊，罗庄的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，高企业有生有死，每年都有倒闭的、淘汰的，同时那些适应市场的企业在竞争中活得更兴旺发达。在罗庄当厂长混不得懒不得，高企业就等于战场。那可不，你不拼命市场就不让你活命。文锦呢，承包企业就是要有九死一生的思想准备。哼，我是准备剥几层皮，掉几斤肉，留他几大缸汗水，甚至是泪水。行，你只要有充分的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就行。按照罗庄的企业分配政策，完成利润任务年工资5000元，超额部分20%奖励个人。好啊，我准备拿他个超额奖。文姐啊，祝你发财。说心里话，我们也真希望每一位厂长发财，因为厂长发了财，工人才能富，咱们的罗庄企业才能迅速发展。哎，桂枝，罗庄啊成功的原因我找到了。啊，说说看。这领导的政策好。这会儿啊，朕叫你说对了。哎，无为而治，无为而无不为嘛。嗯。来了，
五阿姨。呀，小光，童姨，两位快请进，快请进。五阿姨，快进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屋子里乱的呀，这琳琳呐，真是太调皮了。你就是一个劲儿的收拾啊，也跟不上他皮的。嗨，小文，快给你玩。小男孩要是不皮呀、啊，兴许就有毛病了。哎，坐。小光，嗯，你今儿怎么回得这么早啊？那伟霞和琳琳呢？我呀，今天到行署去开会了，开完会我就回来了。伟霞带着琳琳呢，去拿牛奶了。来喝水。哎，我去拿汽水吧。啊，嗨，我去拿汽水。别忙到了。哎，童姨呀、啊，你看这家里乱的。伟霞来了，也快一个月了，干活呢，就是摸不上头绪，尤其是打扫卫生，你就拨一拨，他转一转，我也不好意思多说。哎呀，小光啊，一拨呀，你也让他干点儿，这人呢可不能惯，越惯越懒。来，小文，喝汽水。喝吧，童姨呀、啊，这话呀，真让你说着了。刚结婚那年呢，我们住在他的家，家里的活呢都是婆婆替他干。当时呢，我也想表现表现，咱也想当个贤妻孝媳，没想到啊，真把他给惯出来了。可不是嘛，俺家小文他爷爷啊，也是这样，横草不拿竖草。那油瓶子倒了也不知道扶起来，这里里外外的事儿啊，都是我一个人，人家是一点都不操心呢。人家丁教授啊，是做学问的，这有情可原呢。可是你说一波，这为什么呢？星期天呢，不是打猎就是钓鱼。你要是星期天不放他出去吧，你就看吧，这一个礼拜呀、啊，那就是撅着嘴，扛着腮，耷拉着脑袋。下了班啊，往沙发上一靠，哼，大腿翘到二腿上。家里啊，就是着了火，他都能稳坐钓鱼台一动都不动。你别老是这样数的一波了。我数的他。哎呀，童姨，反正玩的事儿啊，他是样样精通。什么打猎呀、钓鱼啊、玩花养鸟。还有象棋、围棋、乒乓球、排球，哎，他是样样都精通。要是我们家电视节目有足球赛呀、啊，他能连着几宿不睡觉。他说了，咱家这电视机啊是专门用来看体育节目的。哎，我是真拿他没招了。一波呀，有点业余爱好，也没错。一个人一辈子要什么都不爱好也不行。你看我啊，在家里干活干累了，我就画画。嘿，一拿起画笔啊，就什么都忘了，也不觉着累了。一波啊，对自己也有自知之明，他承认自己是老顽童。可这玩儿总得有个条件吧？像我们这样的年龄，在事业上应该有所奋斗。你看，像我姐夫许一全，人家是既能干家务活，在业务上人家又上进，对我姐姐又知冷知热的。你再看看林一波，哎，这些年呐，我们家的重活累活操心的事儿啊，全都指望一全了。你姐前几年还干点儿，后来当了车间主任，又上电大。现在呢，又去罗庄当什么厂长？哎，我看一全这辈子，别想从家务活上脱身了。我真过意不去，能帮他点就帮他点。童姨呀、啊，天底下像您这样当姥姥的，还是真不多见了。我还不是为了疼闺女。文锦结婚前给家里出了不少力。那些年能熬过来全都指望着他了，现如今他又要强，又想学习，又想搞事业，我能不帮他吗？我要是不帮他呀，时间短了行，时间长了人家一拳能没意见吗？我要不是为了心疼文锦呐，我才懒得管这么多呢。
有空啊，我练练画，干什么不行？是啊，这话又说回来了。姐姐这样拼命的目的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？尤其是她选择去罗庄，我当时确实不理解她，没有同意她的选择。她说了，她必须跨出这一步，才能彻底解决这个家里的经济状况。她说了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天天的为她吃苦受累。瑞东呢，又面临考大学，姐姐又想让小文得到最好的教育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还想孝敬您，她想还要帮帮文秀。她去罗庄，完全是为了这个家。唉，真难为文锦了，快40岁的人了，还在拉犁往前走。从10几岁开始就拉着这个家爬坡，都快30年了，这个坡还没爬完。文锦身上的担子太重了，像他这样年纪的人，哪有这么多操心的事儿啊？童姨，我姐有这个能力，你就让她去闯闯吧。是啊。哎，我开，我开。童姨，我也喝茶。叔叔，我还以为是琳琳呢。怎么了？只想琳琳，不想叔叔啊？那以后啊，我啊，不跟你玩了。谁说不想你了？我只不过以为是琳琳。哟，童姨来了，来坐坐坐。五姨，你说林叔叔跟小孩似的，人家不小心说句话，他还不和你玩了。真是的，你林叔叔啊，还没有小文懂事呢，是吧？哎，小文啊，你这么厉害啊，那以后啊，我还真得小心点他啊。可有意思了，这孩子真聪明。啊、是。哎呦，儿子，儿子回来了，小妈妈，来来快来，琳琳，来呀，来小妈妈这儿来。哎呀，这还真是的，魏夏，你总是毛手毛脚的。魏霞，没关系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奶奶，我不想在这儿干了，我想去找苏阿姨。去玩去，去。人生最苦是离别，世上几多不了情，爱也分明，恨也分明，茫茫人海恩怨难平，人生无伤几多伤心人，爱能消失，恨能消失，心中难忘唯有真情，唯有真情啊。你树在春秋柔几次水，爱已过去，恨已过去，真情难忘，人生无悔啊。树在春秋柔情似水，爱已
过去，恨已过去，真情难忘，人生无真情难忘。